朋友们，人从何处来？纯属偶然吗？生老病死，谁能幸免？荣华富贵一场空，漂泊心灵无处安。难道这是宿命？希望又在哪？本想他的窗纱美上天出有你塑造世足，世足为民堕落失去乐园，终日劳苦直到再回尘土。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，愿出慈悲，欲许大爱之后足，拜见生子，生于童贞女，他的名叫耶稣，我的救主。七尊酒，美将生成人。耶稣是谁？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是至尊的天主，爱的道路。真理生命，良善心前的很有良意，令我处有不如光明。他为我做了些什么？宽恕，直到七十个七次。他甘心为我背钉十字架，难过有苦，洗净我罪愆。心无悔的爱和宽恕，治疗我心灵的昙花笑颜。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。看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世界的终结。他教导我放下是一片情，以爱换来平安的无恙，一生有足相携，不在乎不回归故家。耶稣是谁？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是至尊的天主，爱的道路，真理生命，良善心。
领我出幽谷入光明。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。